今晚有空，夫妻间会有哪种暗号？请问哪一个状况是日本夫妻间求婚的特殊暗号？你们有什么暗号吗？就是假如他换了一件比较漂亮的睡衣，为了战袍表示他，不然他原本超邋遢，就是可能原本都穿很松松垮垮，那你就会一点兴致都没有。完了完了，其实你也没问题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